被称为最强星二代17岁的木村光希，继去年10月铺了张同爸爸木村拓哉的昔日亲子合照之后，一直都很少公开家庭生活。而这日三八妇女节，光希就在社交平台铺了张同妈妈工藤静香一起下厨的相，而爸爸木村拓哉就可能因为忙紧为新剧开工，所以不可以一起现身了。不过张相铺了短短30分钟就已经有9万网民赞好，似乎大家对光希和父母的互动都很有兴趣。